有没有夸张？从去年红到现在这样子哈。好，那我们先带来这一首《刚好遇见你》，送给我们的两桌点歌的朋友，还有我们这一桌帅哥桌，你们点餐了吗？还没是不是？还没点餐的话，也可以先点歌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有想听歌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大概在剩下这个这一首结束之后，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可以趁现在一段，我们就帮你留到下一个哦，立马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先带来这首《刚好遇见你》，送给我们点歌的朋友，来点掌声鼓励，谢谢。Thank you.
是。